江南就算了吧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！你赔我的水果，你赔我的水果！啊！尖叫！妈！小心点啊！好，你没事吧？那你要不要带你去医院看一下啊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那我把你的菜压坏了，你看怎么办？要不我赔你一点钱吧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只要你好好的就行了。下次开车小心点啊！好的，好的。走，孩子，我们回家了，收好我们的菜。世界有那么多人，人群里藏着一扇门，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。